等臣看到了，进去吕布远顶跳下去，踩一个大闪，跟进去 L O E 扑起来，先杀七七零，再追进，马上推一下，工作力反手推四个，杀妖刀，妖刀就会推，空调并不是特别好，飞鸟选择大招回来反打，但是无奈对手太多 ，R N G M 这一波，因为四个人中间无处可走。